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月。最近我把认识九年的挚友拉入坑塔克夫了，因为我俩从小就喜欢 FPS 类游戏，所以刚入坑的他很快就上手游戏了。于是凭着多年的默契，我和他在塔克夫里面的战斗配合都非常的 nice。 那么现在我和好兄弟来到东楼，我收二楼，他收一楼，看看刷什么好东西。小霸王游戏机很棒啊，然后就没刷什么值钱的物品了。这个时候好兄弟问我是不是在跑，我说没有，然后他立马叫我架住东楼正门入口的武装直升机，我也立马叫他不要开火，等敌人全部暴露再打，因为这个时候敌人进退都是死。敌人靠近了，开火，击毙一名队友，看到还剩两名队友退回去了，弹夹没子弹，换个弹夹，然后去旁边的阳光走廊位置，敌人要是躲在消防车后面的话，我就能看到。刚到走廊，我就听见敌人跑的脚步，要来了，干掉了，子弹刚好打完，这一波差点就没干掉这个敌人。然后现在你们听到没，外围也发生枪战了，看来敌人和敌人打起来了。然后刚才我和队友确定第一队是三名敌人，现在干掉两名，还有一名和其他敌人打起来了，听枪声是一v一。那么现在我和队友过去不就可以全干掉了吗？先收点，找到第三名敌人了，装备全被拿走了，看样子敌人可能已经撤了。好兄弟帮我架枪，我先舔包。 AK103 不错不错，这个档 762BP 子弹很强，一会儿把我手上这把 RPK 给埋掉，然后用他这把枪。埋好了，队友被敌人干掉了，这个人在窗口，火力压制到近点。我打死，在左面扔雷了，他想强点在窗口架我，哇，差点就没对过。这个人的枪暂时不知道是啥，只知道子弹威力好大呀。哦，这个人的枪是 VPO 卡宾枪，使用的是.366子弹，比我的子弹要好一点，而且他身上有两把枪，看来他就是刚才三人队的最后一个人。他把另外的敌人打赢后绕到了侧山偷袭我们，这波还好对枪对赢了，不然我和队友又要成为打工仔了。那么我是七月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收藏，拜托了，这对我很重要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